美女，这里孕妇不给进水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我们的怀里现在500斤，你有没有超重？我才400斤。你这么喜欢吃草莓，不如尝尝这个安慕希丹东草莓酸奶，是来自丹东原产地的草莓做的酸奶哦。丹东草莓可是草莓中的王者呢。抖音。